我们请我们快乐爱心义工队玛丽小姐来帮我们接受这份荣誉。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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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们再次感恩两位队伍。好，好，我们现在欢迎启动我们的快乐爱心义工队的玛丽小姐来帮我们做简单的支持。我们欢迎我们的玛丽小姐。下班的练习，那我们会尽心尽力的把我们的最好的一面表现给你们看，然后希望我们今天我们所带来的节目你都会喜欢，好不好？好，谢谢。好，我们谢谢我们快乐爱心义工队，再给他一次掌声鼓励。我们下一位请到我们的协办单位呢，他非常的辛苦，提供我们今天的物资，我们欢迎我们的协办单位洪小姐来帮我们做简单的支持，我们欢迎洪小姐。大家好，好，行德慈善会，今天很高兴呢，我来参与我们那个台湾的那个快乐义工的活动。那我们今天虽然天气很冷，我希望我们大家心是热的，是快乐的。希望在今天呢，我们大家共同参与，我们也很高兴能够来参与，谢谢大家。好，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洪小姐呢，今天呢代表我们台湾寻德慈善会呢来帮我们做简单的支持，我们再掌声鼓励好不好？哇，大家快乐吗？幸福吗？非常幸福，对不对？好，我们讲说花开初富贵，在今天的新的一年开始，也就是我们龙年呢，能够来到大家来到我们三芝呢，你知道今天有没有下雨啊？有哈，天气非常的湿冷，对不对？对，不过呢，我们大家的温情呢，可以带给大家一些温馨，绝对会赶走寒风，让大家快乐，好不好？好。那现在呢，就跟我呢，后续做一个小小的运动哦，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听。我如果讲一的时候，大家拍手拍一下；然后讲二的时候，拍手就拍两下；然后讲三的时候，就掌声热烈的鼓掌。所以我来看看呢，哪一个这边的大朋友小朋友呢最一致，好不好？好，我们来开始，一，有点离了吧，再来是一，一，二，二，二，一，一哦，打错了，再来是一，二，三。好，我们掌声鼓励我们第一个节目，由我们的快乐爱心义工队的祥思现在用这首歌的代表新年新气象，掌声鼓励。